一个人永远同款。在台湾在世时行善的人受到百姓尊敬，往生了后变作神，是宗教信仰中非常普遍的现象。但是你敢有看过手举云吹、跳脚坐椅头的神像？在岸边西龙殿的王家赛神像，虽然只有28公分，但是伊的云吹就超过30公分。祭拜的人拢会替伊点一支烟。也这位王家赛到底是谁呢？请收看今仔日的《细说台湾》家赛破奇案。来坐哦，我是要吃面，还是吃面粉拢有哦？阿姐你啊，阿面来唱啊！哦，好，谁来？来哦，来哦，人家进来看，日本的粉草、美国的粉草、香港的粉草，一包可包的好，进口的粉草好，万来就买无咯。哎，来，大家进来看哈。嘿，阿莲。人讲食薰胖光第一功，你为虾米要食薰呢？哎呀，阿莲啊，你误会啊啦！我早就已经戒薰啊，啊是因为哦，最近领到迄卖烟牌啊，唔才是讲出来赚些收入。干嘛呢？我看你薰吹一直提在手诶。哎呦，讲到这你就趁哦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薰吹哦，三不五时提起来那嗅一下，哇，连空气哦，能变作是进口的呢。干有差呢？伊搞到无头，我来去斗三角。好。给谁呀？给谁呀？哦，你哪会叫人家管人家事啦？亮子，亮子，慢慢路，慢慢路。哇哇！哎，路，滚走！慢点。抓人哦，嘿，有影去啊！我拄则看到你放伊走，佮伊下手，恁两个甚物共党的？警察大人啊，你误会啊啦！啊，你要抓人哦，嘛就要有证据啊！我才拄派来安平，若要穿警察衫，恁哪会知影？我就是警察。还唔较简单？听你讲话哦，有一个日本腔。要看你这身骨的穿草，也不是一般的老百姓。上重要的是，你看伊个皮箱啊，面顶有一个太阳旗，遐尼侪线索啊，加加起来就知影你是一个日本来的警察大人。阿丹马街，是假是，这嘛袂当证明你甲拄只迄个贼啊，唔是共党的。我就说，先煞自我介绍，我就是我王家赛的，是这个安平西龙店哦，知府王爷的客囝。平常时安分守己，是一个善良的老百姓，绝对不是什么贼头。伊就算嘛无路用，除非你当证明给我看。啊？证明了？各位乡亲士大，麻烦一下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今仔日发生一件大代志，拄只伫咧溪边哦，发现到一具无人认的尸体。这个尸体的确就是，一道边的边有一条刀痕，正边的嘴角有一粒痣。上重要的是，伊的胸坎有刺一粒。何总，若是有人识识这个死者，麻烦者稍等者到安平派出所指认。多谢，多谢，甲你责责。多谢，王警察。我要你的是贼啦，不是无名的尸体。大人啊，这画像顶面的人是不是已经死啊？这位恶丧啊，借问一下，这画像内面这人是你的谁啊？是我的囝，伊叫江水牛啦，就是这个画像的人。江水牛，
即马伫倒咧做工课？水牛无咧做工课啦，伊拢去江边跋筊。来人啊，将这位恶丧带去江边的交警，找单水牛出来，小刷来阿去派出所。哎呀，去。是。王家赛，是故意。想袂到，才来今日家己送上门。哎呦哎呦！你想你想咧就好啦哈！面内底藏一粒石头子，哎呦，害我咧夹断一根喙齿。你今日要赔我500块啦！啊，500块？无你迄什么喙齿啊？这么贵？你无听人咧讲过啦？贵人有贵气啦，凭我蔡万才的身份哦，我的假喙齿拢嘛是用金仔做的啦，算你500块有够俗的啦。是嘞啦，啊，阮哦只是做小生意尔，无法度提出遐尼侪钱啦。那你讲吼，无钱不要紧，安尼啦，啊，你着做我的睡衣，代志总算如何化。喂，又可是你一口小弟讲来咧找麻烦啊？就是讲啊，老不休，不守规。原来哦，你这阵哦，一直三番两次找阮姊妹麻烦，但是少想要阿仁做你的睡衣哦。那当然咯，啊，无敢讲要带你这个酒馆官忽悠啦，哈！你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今日老婆赔我500块，我绝对将阿莲带回去。我跟你拼了！你是咧创啥呢？哈！哎，做白仔，你别想怪我哦。嗯，吓啦！哎，副长，你完蛋了哈！在哪会跳？哈！你这个摆脚高连站都站袂住啊！过来管人家事哈！吼！你真正可怜的啊！啊，你明明在咧孝顺一个酒馆的官夫，佫唔敢讲，困懵困哦，拜做兵忙啦，无人会嫁你一个拜堂啦。你是咧我白讲啥？你莫了顺讲你有钱，对我袂欺负人啦。哎，啊，无你随便乱，偏乱你讲啊，你听啊。慢走，慢走。啊，来，哦，来，大家进来看，进来看，两个讲无安怎，结果咧冷调调吼，哦，这鬼才相信啦。回头只是我的厝头家啦，你别破坏我的名声。啊，好，迄领导的代志，领导的代志，今日我一定要甲红莲娶回去啦。来，乖。你先放下，你别吵架。你唔通安尼放手啦。哎呦，哎，娶老爷，大家拢是在厝边，有啥物代志好我讲着啊？敢有需要安尼去泼泼？啊，无今日到底是啥物举止哈？一个摆脚搞，即摆过来一个克死爸母王阿家婿啊！你还知影什么代志哦？伊的面内底藏一粒石头，害我的喙齿夹断一支耳啊！我爱赔500块，安尼够过分了。你若无才调，香槟啊！来，那我讲一句公道话啦，害你喙齿断去哦，是这粒石头，啊，不是因两个姊妹啊出手给你摸的。那你要讨钱哦，就应该找这粒石头讨才对。大家讲对不对啊？对。好啊，你若无钱哦，卖管人家输啦，闪啦。我是无钱摸唔着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有才调替你把这个石头讨钱，把石头讨钱，我替你放屁。来，那参照处理这种大事哦，就需要一个人来做公亲。即马大家看到的这位，就是安平派出所拄来报道的警察代理啊。我相信，让伊来做公亲，应该是上公正的。啊，这个石头差不多价值偌济？嗯。一粒确实不是石头，是乌酸石，上无价值2000块。哦，2000块？哎，一粒石头价值2000块，你不能笑死人了啦！要看乌酸石，来，大家目睭不要紧，看我这粒，你看。啊！嘿，我了了，我。原来迄只是我乌酸石。哎，不，蔡老爷，你嘛较拜托，你拄则讲哦，这粒石头害你出去登去，啊，讲起来，这粒石头应该是伊妹妹姊妹啊，那形容阁变作是你的。不，唔是啦，我拄仔咧食面的时阵哦，无说伊，这粒乌酸石落咧面内底啦，这粒是我的，我唔对啦，你看，哎呦，麻啦。这条我也摸不着，我。王家赛，你今日我真无面子，我绝对连本带利甲你讨回来。
食欠饭等你啦！性地遐歹，臭厝，足侪人哦想要甲你修理的，到时阵啊，我都死拢知影。真正命贵，要我气死！啊！无你是目睭青梅个啦哈，看到我内骨袂晓闪，骨甲我弄落去。青梅是你好无？弄到阮阿姑，唔但无回事嘞，搁你遐大细声。刷刷去啦，刷去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哎，金头啊，这个少年的看起来太咧面熟面熟，敢毋是你小妹金花的后生淑清啊？这。你还会留实情哦？哎呦，阿姑啊，你就是错万载啊！哦，真正是顺清啊！哎呦，那时间过得真正紧都对，那咱目一个呢吼，按日本读册倒转啊，十年前啊，恁老母金花啊，哪呢乖乖做我的细姨，即摆咱就一家人啊啦！滚手！哎。啊、阿姑啊，你做何要甲做动啦？你真无简单啦，咱日本留下倒转啊，性地歹向来冲动。吼、哦，看到这种小人哦，我就心狂火刀啦！八嘎！弟弟啊，今日多谢你到参加。谢先生，你嘛头壳好，反应又搁紧呢，唔才有法度驾驶迄只老猪哥。啊，那无？你姊妹啊，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才好。这是我应该做的啊，别让你客气。其实，阮家红莲那是予你做某，唔知你的意思啥款？好、啊。不然唔是安排。卖甲我讲生笑啦，我也无啥物事业啊，是要娶某啦。我哪有要讲生笑？阮红莲哦，自细汉哦，拢常常讲哦，大汉的时阵哦，我要做其实的新娘。阿姊啊。还是咱细汉时阵咧算黑白讲的，你敢啊跟人讲出来？小姐啊，阿内，那无什么代志哦，我先来走啦。花条，啊最近的生意较歹，这个月出水是不是会当给我去拖一下？啊，咱就敢亲像一家伙啊，同款。你无需要跟我遮客气啦。淑珍，我是真心介意你。春光，你若无气焰，我是一个摆卡，愿意嫁予我。那呢，咱就是一家伙啊。无啦，我唔是气焰你啦。只不过，我即马若是真正改嫁予你吼。那个蔡万才啊，一定会笑我不守妇道。两个人真心相爱，创来惊那个蔡万才。伊若敢黑白讲话，我就会无法度开嘴。好啦好啦，慧条，说说去啊。爱食过细你。真正要搞我气死！阿爸，你先莫生气啦，莫生气碎地啦。你拢食到这个岁啊，阿甲规工少想要娶细姨，就算讲要娶，起码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，哪会使去娶迄个卖面的啊？就是讲啊，啊因本家吼无钱，佮无身份，根本就无素配，而且吼，迄个查某哪会当做你的查囝？啊，若传出去，是会使咱娶家的面子？就是啊，阿爸。你是嫌咱家财产伤多，无想要留予我，超过去找一个人来交本事无？恁两个心肝内咧想啥哦？卖当作我唔知影。恁是希望讲，我下当安尼赶紧娶起，所有财产，恁阿公母也着当好好开啊，对无？阿爸，你误会啊啦，我甲上脑绝对无安尼想啦。我嘛希望你会使健康吃百里啊。我只是希望讲，你会使支持我甲日本人来合作做生意啦。啊。你若是真正要认真做生意哦，阿爸绝对支持你啊！要不过我跟你讲，按今日开始哦，莫干涉我要带什么人做生意，知影无？好啦，阿爸，哎，只要吼你愿意把生意搞好天准，以后吼你就踮伫厝内享福，唔就好啊？
要小鬼的生意吼，拢无问题。安尼唔只是我的媳妇，对不对？阿祖啦，阿祖啦，这生意的代志哦，阿爸全部找时间，跟你好好商量哦。好，我先卖了，阿廖，啊。一天到晚就是要娶婿，真正是吃了够年老的老不休了。医生，我这边，来拜拜。等我顺车哦，拄啊日本倒转来啦，我带伊来庙拜拜啦。今十三天王爷吼，伊会保佑，保佑顺车哦，在日本留学的时阵哦，会当平安顺心倒转台湾。小等一下，我这边啊。你讲你是顺清是啊？先生啊，你认不出是我？你看，啥款？当然嘛认不出。哎，爱姐，你当初哦，你遐尔矮呢？哎呦，怎么生啊遐尔老卡？哎呦，这个汉草！嘿，算算哦，你去日本嘛差不多十年有哦。讲实在啊，怎么第一路拄到你哦，绝对认不出。顺清啊，先生，啊，你两个自细汉到你大汉的呢？我希望讲吼。你俩啊，会当互相扶持，互相斗相共。我这边，你做放心啦。好，那我甲顺心哦，自细啊，伊那伴绝对甲斗相挺的。啊，真正是哦，袂见笑啦。哦，小娜，你先别笑。这张花甲你看，这粉红莲吼，真正是袂见笑。你既然讲啥花，又阿不见面。哎，这是阿爸的花呢。你怎麼能直接跳開看啊？蔡天主，我警告你，你千万吼唔通跟阿爸同款。你若是假笑想要食药去吼，我著甲你加掉。你是讲位倒位啊？阿爸，谢哪？你是来做乌白来的？连我的皮你也敢偷看？有阿爸，我甲天主吼嘛是关心你啊，惊你去外口人骗去。你这么是假讲我的财产，你用外口人骗了了，以后无一人留你哪个话对无？阿爸，阿威嘛卖讲我哈尼歹听，搁安怎讲天尊嘛是你的亲生后生，你若是财产无留天尊，是要老笑？嘿，你哪讲哪有影呢哈？恁爸也未死的啦。好啦，你先听听，卖搁讲话了吧，小气。你。真正够无路用，别人你唔娶，你搞我娶这个未生的土母回来，真正是哦家门不幸啦。好啊好啊，你是卖出去，我搁有重要代志要跟阿爸参详。对啦阿爸，我顶该讲要跟卡多大家合作，去不用在日本这样。好啊，别个讲啊，那是要用我的钱，但我实在讲，阿爸。阿爸跟你讲话无算话，那你我即间合作的安尼钱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，天尊啊，咱哦袂当啥物拢听阿爸的啦。既然伊的意见遐尔啊多，咱都要想办法，互伊无遐多有意见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啊，是讲了直接来跟我讲了，咱有晒卡一张皮啦。实在是吼、哦，是，敢若有人咧搞我紧张的款，奇怪，哪会无人？敢若是我想象这一款，哈哈哈！哎呦，夏兰，迄人惊人会惊死人呢？你是安怎咧偷偷对留我后壁？到底是要创啥？阿爸，冤枉哦！我哪会敢偷偷跟踪你啊？我是要去买菜，拄好去拄到你。买菜，上好是安尼啦。我跟你讲啊，按即马开始，你大家卖叮当，卖阁跟在后边，知影无？阿爸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是毋是阁要跟迄个袂见晓的查某约会？卖阁对来啦！想袂到红莲会约我来这个所在见面，嗯，赞赞赞赞赞，
这个所在暗时拢无人个暗家经过，一声偷盗啊，偷盗嘛！看这个本事，红莲已经想通啊，想要跟我做伙，做我死！哎呦，红莲，红莲啊！哎，红莲，等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红莲啊！哇，胖公公，公公胖，奇怪，阿那无看人啊！哎哎哎！站住！将人抓起，是。喂，我头壳大人啊，啊是发生代志啊了，我要创啥？王家赛发生大代志，曹万在方害死，你的嫌疑上大。王家赛，你今日我真无面子，我绝对连本带利甲你讨倒。吃千本蛋利啦，足济人哦是要甲你修理的，到时阵安怎死的拢唔知影。李公上，曹万在死啊！你眼中的大雨，起伏哒哒；我心中的千金笑，才会放下。冷冷的风雨寒，路灯卡双人影，叫一声我的宝贝心肝。你送我的心物，叫做真心不换。你曾经有讲过，只爱我。滚滚的相思啊，在心中一直干。心相偎，就来作伴。